割草罢韩不会停，7月15力拼10万。罢韩联署宣布冲破8万份，力拼年底30万达标。30万份的目标，我们希望在12月25号之前达标。由民间团体发起的罢韩行动，一日已达第一阶段3万人联署，8日更宣称联署已突破8万人，距离15日力拼10万人的目标只差2万人。我们现在两边加起来，这个联署份数已经超过8万份，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冲破10万份，在第一阶段，我们总目标30万份。罢韩行动发起人之一高市府文化局前局长尹立海说：“我们要30万的目的，不是要说这个要30万人送进这个选委会。这个目的一方面就是看整个高雄市是不是有这样的气氛，大家支持罢免这件事情。”虽然这几天影响交煎饼事件罢韩热度升温，但其中也遇到技术性干扰。但尹立强调，罢韩行动不会停。30万份这个东西不会停，不管就算是国民党出现结果怎么样，我不会停，我们继续会冲到年底。高市新闻局长王浅秋对此表示尊重，但也说若罢韩沦为前朝官员的选举操作，用来打击异己的工具，不免令人遗憾。高雄从来没有这么热络过啊！地方中心高雄报道。来爆料，每月有赏60万，一经录用，现报1000，照片1000，影片2000，每周点击率冠军奖10万，月冠军再赏20万。你敢爆料，我敢给钱。